我前几天去 Nespresso 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这个盲盒，然后还没有七个未知的口味，蛮好玩的。重点是我不小心弄丢了他那个说明的纸，所以即使我现在喝了，我其实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口味。哈，哇，真的是盲盒哎！今天是星期二，那我就喝二号吧。哇，好 strong 哦！往调景岭列车即将到达，请先让车上乘客落车。我买香蕉回来做实验，香蕉最麻烦就是它很容易坏，你知道吗？好，好了，各位，我今天要来公布一个重磅消息，那就是我们又要搬家了。为什么要搬家呢？其实我们这边都蛮好的，各方面就是采光也好啦，然后整个楼顶也高啦，空间也够啦。但是呢，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刚好我们现在所有的同事距离我们的办公室都超级远，远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可能单程就要快两个小时，最远的。有啊，这个就是住天水围的朋友，很遥远哎，每天上班就是。要很早起床、我们还有马鞍山的朋友，还有粉岭的朋友，就是超远，就是 everywhere 这样。我们现在在港岛嘛，然后我们之后就会搬到九龙岛。前阵子紧锣密鼓的在看 office， 然后我们现在是紧锣密鼓的在准备搬家。我们距离搬家还有多少？两个礼拜。不小心嗅到我的戒指。哦哦，希望我们搬家顺利。Carol 辛苦了，谢谢。之前有在做厨具的。现在来开下一个会，哎，等一下哦，没有画面要投嘛，所以我哦不用，嗨，逼迫你，好，我讲了。大家好，我是 Google 老师，大家想我了吗？知唔知道公司喺港岛真系好远？我哋要搬咯。你知唔知我對上一次嚟港島就係嚟呢度？啊，真噶？係啊，你係咪蝦啲新界人？我哋呢啲鄉下人。做咩啊？大家好，又係我 Google 老師。大家好。你達成咗 OK 嘅目標啊？今天外面又是一个也不算倾盆大雨啦，但是又在下雨了。我只能说最近是不是一个月整个香港每天都在下雨。今天算是我最后一天在这个 office 工作吧，因为我们就快要搬到新的 office 去了嘛。我们那时候在看新的 office 的时候就锁定几个地点，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刚好同事们住的都真的偏远，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算是中间点吧。然后我们的 admin 妹妹其实蛮细心的，她那时候就做了一个表，然后就计算说每一个 option， 然后大家的通勤时间大概会差多少这样。所以对，我们最后就选在一个在尖沙咀的 co-working space， 然后整体环境真的是还蛮不错的，这样子我们在香港换了第四个 office 了。然后刚好今天比较特别，算是我们的团康日，就是会出去做一些团体活动，然后刚好老板也会来，然后在一起吃饭。我们每一次的团康活动都不太一样。我们之前办过，你们记得吗？就是那个番茄炒蛋大赛。然后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玩过骨牌，玩过那个雷射枪。然后我们在香港有去上过 yoga 啊，我们上次是上 pilates， 对，你们有记得吗？好 ，OK， 对不起大家，我完全忘记我们公司有个东西叫做投影机，然后我们大概从头买来就只用过一次吧。
我哋系咪可以玩嘅？放 Netflix。哇哦！哇哇，几好喎！来给大家看，他们今天准备了这个给我。然后你们还给我偷偷穿插着伊人在里面，太用心了，太用心了，这个礼物非常的合我意，有够可爱。听说这个好像很好吃，但是我没有吃过。他们在 ，sorry， 起司披萨很好吃，但今天没有。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我今日有化妆，我系水肿，系啦，你今日冇戴啊？有，佢都有保护色咗。我今日来做戒指，系啦，這個咧攞嚟度手指 size 嘅。咁我哋咧19号或者以上嘅 size 咧就要加多1 gram 嚟，佢先会够粗嘅。Yuki 系几多咧？19。依人买俾你嘅戒指系咪啱啱？哎呀，因为是我量好给他的，15，因为我就是不想要他给我错的 size 啊，然后我就说，那我是跟嘎子一起去量好的。这个我还想着旁边要不要加一点东西，你加到旁边看一下。哦，好的 ，OK 哦 ，OK 哦，它上面好耀眼，但有一个小花花，你看，这个，哦，系哦。OK， 这个位置 OK 吗 ？OK， 好，推进去戒指里面。OK， 好。靠近一点，哦，冷静，减肥，是咪 case 的吧？系，究竟系？哦，我就说嘛，就是那个 ，Judy 哦，是谁？UPOP， 眼泪，哦，我整个红牌 ，Hello， 自我定位 ，Hello。我毕业了，毕业了，交棒点。咦，今天的戒指手哦，还有呢？OK，Hello， 大家好。我哋好，我哋 take over Cynthia。我係今次阿 Fina。嚇，佢唔係咁噶，佢係 Hello 大家好。佢係話我係 Cynthia， 我係 Cynthia。我今天咧嚟做泡菜湯。泡菜。我哋嘅現場即刻。哇！哇！嚇，係咩？再嚟多次。一二二，再一二三。
Hello， 大家，我现在带 Agnes 去看我们的新办公室，期待吗？期待。离你家还蛮近的哈。对。你以后会常来吗？我会。我本来是想要在外面住个 studio 或是就是工作的地方，那我不用了，现在我就直接来 No Press Play 的 office。这个就是个 common area， 系。有有拍卡噶？系啊，我系冇卡噶。我哋等唔等佢出嚟？OK OK。OK， 你 Hannah 佢哋开紧门。大家沙可以看到日落嚟嘅。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其实呢度比我想象中大喎。系嗰个虎日会向住嗰边。黄家豪。哦，呢个就系 meeting room。大海景，大家都来 Press Play 翻工啦。我们现在呢，带大家逛一下 Press Play 的新 office， 在这边跟所有的 PR 的朋友说一下，我们换地址哦。我们一进来呢，就可以看到外面有一个无敌的大海景，然后这边就是有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聚宝盆是不是？这是风水的东西。哎，为什么会有台币啊？对，应该风水老师说要放两块币。这边是我们 admin 跟 operation 的同事，然后这边就有一些置物柜啦，会放所有 creator 的 PR gift 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好，我开头看一下。哇，哇。嗯，哇哦，哎，这个我有用哎，真的吗？我跟公司说。然后这边呢，就是有一个 meeting room， 这边有更多的物资，像这个是之前洗澡的东西。这边就是边开会可以边享受一个非常辽阔的视野。不过这边就是开会的时候还要看外面有一些奇怪的人啦。然后呢，这个窗户也是可以当成白板可以写字的。抽塞抽塞，然后出来之后我们临时去啦，正常，然后就到我们的工作区了。来 ，say hi。这是我刚刚我从台湾带的那个香菜的饼干。嗯。我要公司先提一下。真的吗？海桥是 Forest 的 fans， 他每天在这里。Forest， 好搞笑。他不要，我咪影低俾 Forest， 我想影佢张相。你什么岁？哇哦！佢个收音喺我呢度，我一路可以帮佢配音。知道他有 birthday party 咩？有啦，他 fans 八办的。冇，家姐而家喺个炉里边好混乱，心谂要唔要应承好咧？但系大家会唔会以为我哋好 rich？ 我哋唔 rich 噶，我哋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如果大家系我嘅银包系咯，我嘅 Amy 曲啊，几多好啊？同埋我嘅转数快，多啲搵我哋 fans 啊！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